这个手机没有手机游戏，这手机没有手机，哎、欸，不是，这游戏没有手机版，手机没有手。从这里。哎、欸，我是不是做错了？哎、欸，算了，我做鱼料理好了。你在干嘛？这已经是雷过头，不是煮过头了吧？好，那两个先放弃了吧。我们要先把，对对对，把那个先做好，然后再来漏。哎、欸，靠，被我掉下去。我觉得应该是网路啊，因为之前都不会这样子啊。对啊。然后现在应该蛮正常的啊。然后等一下一玩游戏开始，已经开始了。等一下我们已经玩游戏了，那就没声音了有没有？已经开始了，丢，快点！哎，对不起，按错了，快点丢！哎，对，没有问题的，交给我小当家，你丢哪？哎，送菜啊！啊，丢是哪一个？丢一，不是你拿的。等一下，丢是哪一个？靠北盘子还我哦东西啊我的我的东西我刚刚做好的东西在哪里我做好的东西在哪里怎么不见了我知道等一下已经过了半分钟只剩一道菜而已我觉得我重来好了我重来真的那快不行啊，没接到吗？为什么我拿不起来？为什么拿不起来？我怎么会知道？等一下，我这个到底有没有煮过啊？谁会有肉跟香菇放在一起？这没办法做啦，这丢哪里啊？哦，倒掉。为什么我跳视窗画面了？哦，好，回来了。怎么又跳了？等一下。啊！老板，我的天！我的面，快点！按错，给我！yeah boy， 好爽啊！你还要洗碗？我没有捡盘子啊！没有，哎呦，小当家嘞，哦，拜托。等，这样子成功了吧？你为什么把它丢掉？为什么放不上去？你要不要拿饼皮啊？Yeah！ 你要放哪去？冲！上菜！啊！没得到！放着！有了，去，快点！漏啊！漏嘞！漏在那里啊！对不起啊，没事，不要理我。好，这可以上菜了吧？这有没有煮熟啊？没有。丢！超强，都要接住了哦！小哥，小哥！我不做了，我要那个，我也不做了，我要放弃了，重新开始。好的，你不要再推我，丢给我 ，give me， 你不是这个，我要切 ，give me the yeah chicken。咦呀！煮米了，煮米了！你到底要跳下去几次啊？起来！老师，不要推我灭火了，干！好累啊！这个游戏好痛苦。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虐待自己呢？感谢各位，好，我们下次再见。好，喵也跟大家说拜拜，拜拜，拜拜，再见，拜拜，拜拜，拜拜。